为了更好地为广大社员群众做好医疗服务工作，广东省南海县大力公社卫生院的医务人员除了改进了接待病人的工作外，还加强上门治病的工作。医生们不管晴天雨天，不分白天黑夜，随时到社员家里治病。他们还组成了医疗队，到各生产队普遍展开防治工作。他们这种为社员群众服务的精神受到群众的称赞。这就是血吸虫病的祸首血吸虫，它的虫卵寄生在丁螺体内，变成尾幼以后再跑到水里，等待机会钻进人的身体，使人得病。照片说明解放前血吸虫病流行的严重情况。近几年来，江苏省昆山县嵌顿公社用打歼灭战的办法展开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为了最后消灭血吸虫病，公社正在展开群众运动，改造环境，要在最近几年内首先把寄生血吸虫的丁螺彻底干净地消灭。为了实现水稻大幅度增产的指标，江苏省武进县笨牛公社展开了群众防治水稻鸣虫的工作。他们采用了捉枯心糖的办法，先在发现虫害地方插上标记，再撒上杀虫药。这个办法简便易行，节约农药，杀虫效果很高。在黑龙江省各国营农场广阔的麦地里，杂草影响着小麦的生长。为了支援农业，今年民航局又增派了飞机，及时地投入消灭杂草的斗争。飞机撒药除草，面积大，速度快，使很多农场的小麦普遍提高了产量。在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明武县林路公社早稻获得了大幅度增产。除了应留下的种子、口粮和饲料外，社员们挑选最好的稻子交送公粮，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丰收不久，他们就提前把公社全年的公粮全部交完。甘肃省永登县农村文化工作队是活跃在山区的一支乌兰木齐式的文化工作队。根据社员群众的需要，
他们积极地举办了多种服务项目，队员们是售货员又是讲解员，重点辅导群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们还坚持劳动，同时把受群众欢迎的革命的文艺节目送到地头。